同学们准备上课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你看吧，你爸爸还是被发现了。不会吧，我藏得这么好。哎，我觉得老师在说你和二人君。哎，那爸爸，这是发生什么了呀？刚刚在食堂。啊，你怎么把香肠挑出来了？那我帮你吃掉吧。我是特意留着最后吃的。你这个无赖，还我香肠！你小气鬼，不就是根香肠吗？来，还你。然后他们就冷战了。好幼稚。喂，一起去踢足球。大家去踢球吗？好呀，走走走。哼，这么热的天，傻子才去踢球呢。嘿，这里这里这里。给你。可恶，居然玩得那么高兴，我也不能输。我要上了。真好吃。好。哎呀，这种天气就该边乘凉边吃香肠。那边那位陌生的同学，可以把球还给我吗？快点快点啦。还你。你不是喜欢吗？尝尝这个。啊，请求支援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叫了空中支援。怎么了？闪现了吗？你去叫老师。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你看，他们感情真不一般呢。还在操场动武呢。二人君果然是阿仁同学最喜欢的朋友啊。瞎说什么呢，阿仁同学才不会喜欢那只笨狗。哼，不理你了。哼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男生的友谊很简单，即便是吵架，第二天也能像没事发生过一样。但女生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再来个人类，跟我一起关注爱奇艺动漫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吧，想独家官方爆料，更有日常福利掉落哦。大的小的爱